OK，你哥才打的，很小，那你赚啊！哥哥要第一次在台湾坐摩托车，对不对？紧张吗？慢慢骑好不好？好，慢慢日骑。本有几多日本坐过一次还两次啊？慢慢，非常慢，对不对？我们第一次在台湾，妈妈要坐摩托车了。灯，红灯，要说起来，好，是真的吗？那我是请问你，不要假的啊，是猫的，这里有猫的是我们的哦，好，我知道，安全帽，不会进去。妈咪在台湾坐摩托车很可怕吗？不会，什么时候很可怕？下斜坡的时下斜坡的时候很可怕，因为很快吗？对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下买完东西回去再试一次，好不好？你喜欢吗？是哦，下一次是哦，下去的地方比较慢吧。好，慢慢下去。不是，你说因为下次去的比较没有那么斜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因为下一次哦，下去的地方比较没有斜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走，交给你。斜的时候，上去的地方。那就没关系了。好，我来买弟弟的优格，走吧。买弟弟的优格前，自己买个台啤来喝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老虎哎、欸！老虎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！买个老虎皮，买个两罐。哎、欸，这边有篮子不能放，等一下我去拿篮子。好多种，哪一种好啊？这个是什么？鲜奶优格林凤仪。然后这个什么高品质特浓，好像很厉害耶。还是这个呢？增量版顶级，还是希腊优格、比利虾，还是普通的顶级福乐？糟糕，我们要选什么啊？这个无添加糖，这都无添加糖的，慢慢选哈。马修，这看起来很厉害，这看起来很厉害。这看不要的。然后买这个，看起来蛮厉害的，而且两个颜色有什么不一样？两个颜色有什么不一样？一个是有加糖，一个无加糖。那我们买有加糖的好了，两罐148，不错，就买这个吧，走吧。啊，你要什么吗？你有要买什么东西吗？你要什么？不知道，那你看一下吧，慢慢走。小美冰淇淋，对不对？好多好多的、哦。我想买冰淇淋给妈妈，可是都是芝麻跟花生，她不喜欢的味道。只有这个布朗尼，可是巧克力，不知道要不要买，烦恼。买一个布朗尼巧克力。哎呀，掉了掉了掉了，这个。买一个这个巧克力给妈妈吃好不好？布朗尼。不小心，不小心的、啊，好，我买爱死，我不小心掉，手拿不好啊。你觉得弟喜欢什么味道的果汁？橘子吗？应该是橘子吧。那好多种橘子哦，要选哪一个啊？最普通的。最普通的，这个好不好？这个可以吗？好，放，好好，赶快准备走吧。今天的是什么？你要坐摩托车哦。回家。好啊，好。没问题。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没有，都没有。
没什么好玩的地方。粉红色的安全，小心哦，小心不要碰到后面哦。小心那个这个很烫哦，会烫到脚，真的，所以要小心。小心就可以了。等下注意，记出来之后你再上来哦。好。好，你到，你在这边等我，不要动就好。这样，好了吗？嗯。我们要走了。嗯。是没有看到，这是车，真的一个，这相机要收起来，要收起来，我知道了。哥哥任务完成，好、啊，你喜欢摩托车吗？下次还要坐去别的地方吗？试试看。好，这就是妈妈第一次坐摩托车，开心，拜拜。爸爸，你的爸爸。